このチャンネルで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て癒された方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たらご連絡ください。また先生の癒しの祈りを受けたい方は遠慮なくご相談とご連絡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いたします。8月25号，方舟万民教会举行了创立23周年纪念礼拜和圣灵充满祷告会。教牧者会副会长兼二大大大大教区长赵大西牧师做讲师，以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为题正了道。由万民中央教会艺能委员会的李中华暨优秀执事献诗，为创立纪念礼拜增添了喜庆。光州万民教会的圣徒们也敬献诗歌，让大家度过幸福快乐的时光。接着进行了圣灵充满祷告会，圣徒们接受全能手帕祷告，并得医治，蒙神应允，做见证，将荣耀归给了父神。我们光州万民教会要与传扬圣洁福音的主任牧师合二为一，努力前进。光州万民教会靠着父神的恩典，充满地献上了创立23周年纪念礼拜，感谢神祝福我们。我们光州万民教会要持守这圣洁的福音，将此发扬光大，和心爱的圣徒们用力奔向新耶路撒冷。谢谢大家，哈利路亚。接下来是一周快讯。八月十八号到九月二十九号，正在进行创立37周年纪念 YouTube 视频大赛，详细内容请参考主页。八月二十六号到九月七号，由吉台直牧师做讲师，正在巴基斯坦等几个国家出差宣教。九月四号到十一号，由李胜期牧师做讲师，正进行泰国曼凯教会创立35周年纪念活动和手帕聚会。九月八号，由李美英牧师作为讲师，将在瑞山万民教会献上创立礼拜和担任牧师以及劝世就任礼拜。九月九号到十六号，由哥伦比亚万民教会张正言牧师作为讲师，将到委内瑞拉出差宣教，举行牧会者研习会和手帕聚会。九月十六号，再次恢复圣灵充满的聚会。二十一天特别大夜里彻夜祷告会第二轮就要开始了。诚邀圣徒们积极参与。医治、祝福和变化，遇见神的人们，万民的见证。在2019万民夏季训练会上，神彰显了全能的做工，证明了他与我们同在。一起来认识一下在这祝福的现场亲历神奇妙做工的圣徒们。赐给我们的恩典，万民夏季训练会见证集。训练会第二天，本着善意的竞争举行的2019万民夏季训练会体育大会。从去年开始连续两年参加女子拔河比赛和掰手腕比赛获得冠军的维吉尼亚执事和男子100米短跑冠军得主但以理弟兄，这对母子会有什么见证呢？二月二十四号主日早上醒来，腰疼得厉害，
起不来床，腿上一点力气也没有。不行，我要去医院检查。我想知道因为什么会这么疼。周一我就到医院去查了，医生说我有腰椎间盘突出症，必须做手术。但我想凭信心蒙神医治，于是回到家接受了主任牧师为患者做的祷告。我们叫区长来我家探访，用全能手帕给我做了祷告。我都不能去工作，在家休息了一周。我反复地接受了主任牧师的祷告。第一天真的很疼，都不能吃饭，反复接受祷告，只喝了水和甜水。严重时我自己根本就起不来，要扶一下什么东西才能坐起来。一条腿还好，另一条腿疼得厉害，不能动。维吉尼亚执事痛苦难忍，便信靠父神，拿出了恳切的信心，并且查验了自己。我就祷告了父神，我觉得特别亏欠，我不应该有负面情绪，应该感到幸福快乐，但我没有做到，反而违背了神的道，为此向神做了悔改。我从去年开始常有这种负面情绪，直到腰疼得厉害才开始省察自己。我想只要我的心意得到更新变化，就会得医治。今年三月份，李守贞牧师引导了特别赞美会，那天我站了整整两个小时。之前只要站五分钟腰就会疼，必须坐下来缓一会儿，再站五分钟，再坐下缓缓。但在那天的特别赞美会上，我连续站了两个小时，一直没有坐下来。我站起来更用心地唱赞美，腰一点也没有疼，内心平安。一个半月以后，我到医院去复查，医生说我的腰没有什么问题，我可以继续工作了，还可以做很多事情。医生说我的腰恢复得很好，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去上班了，也可以做运动，一切正常。维吉尼亚执事为了报答医治的恩典，精心地为修炼会做了准备。他说今年的修炼会对他具有特殊的意义，我想今年我要更加努力，很想荣耀父神。我觉得首先内心要清洁，并且认真地做了训练。我本着这种心态为本次体育大会做了准备。在今年的训练会上，我身心格外轻松，拔河比赛和掰手腕比赛都是。我的儿子参加100米短跑，也为此祷告做了准备。今年的训练会从头到尾我都觉得很特别。在第一天教育，李守贞牧师为圣徒们做了祷告，我感觉主任牧师与我们同在。第二天的篝火晚会，犹如主任牧师曾经在印度引导的印度盛会，
我深深地感受到了父神的全能。我凭靠全能得到了医治，并且参加了训练会的拔河比赛和掰手腕比赛。如果我的腰没有好，我就不能参赛。我参加拔河比赛，用力拉绳，结果我们队赢了。非常感谢父神赐给我机会让我参赛，结果我们队获得了冠军。感谢神。我的儿子但以里也参加了100米短跑，结果跑了第一名，我更加感恩，于是向父神献上了感谢祷告。我参加拔河比赛和掰手腕比赛，心里只有感恩。我原本无能为力，但靠着父神的大能，我做到了。8月初，我们高中田径队在江原道太白市接受了专业训练。因为是集体训练，不好请假，我担心自己不能参加训练会。我年年参加训练会，一次都没落过。我就在宿舍不住地向神祷告，又和妈妈沟通，也跟教练沟通，可不可以做些调整。我还请求李守贞牧师为我祷告，让我能够参加训练会，在体育大会上获得金牌，还能够参加教育，听牧师正道。我和妈妈通了好几次电话，妈妈说很多人在为我祷告，并且已经接受了李守贞牧师的祷告，叫我不用担心，尽管做好准备来参加训练会，我就等着听到好消息。训练会前一天，我坐大巴回到了首尔。我想真的没有难成的事，非常感激，感谢为我祷告的人们。我对训练会满怀期待，希望蒙受恩典。我在江原道接受了强度训练，身体特别疲劳，即使到了茂珠不一定能跑得动。我在那里接受了将近一个月的专业训练，身体特别虚弱，我担心自己在训练会上还能不能跑得动。我反复地接受了语音信箱里的祷告，自己也向神祷告，让我跑出好成绩，并且保守我不要受伤，从而荣耀父神。结果我在跑的时候感觉步伐轻松，跑得比平时还快。一开始都不敢相信，我的状态本来不太好，比赛的时候怎么就那么轻快呢？感谢神让我获得冠军，我想我应该再接再厉。这对母子说他们蒙受了祝福，这让他们的信仰生活变得更加幸福。我们一家人在大韩民国生活了19年，我们在2004年来到了万民教会。从2011年到2018年，我们迫切地希望把刚果国籍转换成韩国国籍。在这7年来，我为了取得韩国国籍做准备，认真地学了3年韩国语。每年在主任牧师的生日和春节，我和儿子都会去见主任牧师接受祷告。我为什么要取得韩国国籍呢？就是因为万民，也是因为主任牧师。我如果想继续在韩国万民教会做礼拜，就需要转韩国国籍，所以申请转国籍。在这7年来，我一直祷告父神，您知道我为什么要取得韩国国籍，父神您很清楚。
有了韩国国籍，我心里才会踏实。我会将荣耀归于您，我会更认真地祷告，过好信仰生活。我就这样祷告了七年。去年五月二十五号，我终于取得了韩国国籍。一拿到国籍，但以里的学校就举行了一场田径赛，他跑了第一名。有一位教练马上给我打电话说，但以里现在有了韩国国籍，我们要请他做我们的运动员，您让他到我们学校来，我们就好好培养他，他如果发展得好，还有希望进国家队。2019年3月，但以里上了高中，是这所体校。如果我们没有取得韩国国籍，但以里就不会蒙受这样的祝福。特别感谢父神，真的很感谢。我们学校在鞍山，我是学校100米和200米短跑运动员，我参加今年三月份春季全运会一年级比赛，跑了第三名。我在参赛之前和接受强度训练时，一定会接受语音信箱里的祷告。训练的时候也就不会那么累，因为天天接受祷告，所以在比赛的时候会跑得更快，让我更有信心，我会做得更好。若没有韩国国籍，就不能在韩国报名参赛，更不能参加大型比赛。我在2018年取得韩国国籍后，可以参赛了，还获奖了，现在可以随便报名参赛了。我希望自己好好发展，进入国家队。今后我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是荣耀父神而努力。不是靠着我的能力，而是信靠父神的大能。我会时刻铭记这一点，更加努力。父神，感谢您，我们爱您。2009年，刘顺洙劝士在接受主任牧师的祷告之后，牛皮癣得蒙医治，做见证荣耀了父神。已经过了10年，我在接受主任牧师的祷告之后，病得痊愈了，现在皮肤特别好。病得医治后，我为了报恩，为父神的国度尽忠，就担负了多份使命，殷勤侍奉。我正在担任吕宣教会组长使命，还做接待、收奉献金，又是金光唱诗班的成员，还担任光和盐宣教会部长使命。他应感谢所蒙的恩典，尽忠侍奉。然而有一天，7月底，我在家搬东西，那个东西很重，我在抬的时候好像扭腰了，腰一天比一天疼，疼得我每次躺下来再起身时要把住腰，并且用手按住地面才能缓缓起身。腰只要弯下来就伸不直，因为太疼了。一直到修炼会当天也特别的疼。我本来要在修炼会教育担负接待的使命，因为腰实在是疼得难受，我都想放弃这份使命了，腰不能活动。但刘顺洙劝士下定了决心。我虽然腰疼，但觉得这是蒙神祝福的好机会。
我为了病得医治，更积极地参加了但以理祷告会，不仅单单坐在那里，而是要用心地把祷告馨香献给父神。我腰疼不应该放弃使命，应该凭信心去担负使命。教育结束后还会为患者做祷告，我确信自己定会凭信心得蒙医治，于是决定担负接待的使命。一到训练会场所，我就觉得整个空间像是天国。心情舒畅，特别幸福。我在接待圣徒们的时候，比平时更亲切温柔。我觉得每一位圣徒都特别的宝贵。我想在今年的训练会上，如何像父神爱我们圣徒们一样，更用心的侍奉。我本着这样的心态去担负了使命。我专心的侍奉，都不知道过了多久，我坐在那里发现腰不疼了。教育开始了，我的腰就不疼了。我当时也没有在意。等李守贞牧师为全体圣徒做祷告时，我确信自己痊愈了，身体特别轻松。医治祷告结束后，我还要帮助圣徒们走到坛前，需要弯腰为圣徒们指路，但腰一点也不疼。在篝火晚会上，李守贞牧师唱主怀抱时，我好像要与主一同飞起来了，身体特别的轻松。于是从头到尾淋着雨跳着唱赞美，感觉像飞一样轻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蹲起自如，没有任何不便。都怀疑自己之前真的疼过吗？因为一点也不疼了，得医之后身体一下子恢复正常了，蹲下站立弯腰敬礼都没有任何问题了，突然就不疼了。得医之后怎么扭动都不疼了，可以自由弯腰，做什么事情都很方便。现在我的信仰生活变得更幸福了。他在艰难的熬炼中显出了信心。刘顺珠劝士对此有所感悟。通过这次修炼会，我更深切地感受到了活在永在的神，也感受到了我们万民合而为一。我之前得皮炎，还受到了各种熬炼。我想，父神允准我们经受熬炼，不是要为难我们，是让我们通过这些试炼，信心得以坚固，让信心与行为并行，成就蒙神喜悦的不变的信心，从而蒙神祝福。我想，这就是父神的美意。我顿时领悟到，原来说熬炼就是祝福，是因为它是战胜今后种种熬炼的原动力，不是让我们一蹶不振，而是父神为了让我们走得更高更远，赐给我们动力。我觉得现在万民经受的熬炼会成为以后走向全世界的基石和动力，所以万民要更加努力合而为一。相信当我们遵从父神的旨意，毫不动摇地前进时，每个人都会成为祝福的主人公。将一切感谢和荣耀归于医治我的父神。亲爱的主任牧师，感谢您，我爱您。七月初，我回了趟中国，那里的气温比韩国低很多，
没想到那边的七月像秋天一样凉飕飕的，因为太冷，我都买了件针织衫穿上。天气冷，我不太适应，身体就开始出现异常了，全身发冷，腹部开始隐隐作痛，有时候疼得没胃口，躺在床上不愿起身，浑身乏力，就这样病了好几天。为了让身体变暖，我喝了不少热水，还做了保暖措施，难受了好几天。我母亲有严重的膀胱炎，我从小看到她为此受了不少苦。她说体寒或者一到夏天膀胱炎就容易复发，尤其夏天大量出汗以后突然吹风身体变凉就会发病。八月一号周四，我在上班的时候流了很多汗，下班后坐了公交车，车上空调开得很大，感觉特别冷，冻得我全身发冷。到了晚上去参加代理祷告会前，腹部开始作痛，我去了趟洗手间，排尿时感觉发麻，还排出了血尿，疼得我都没法好好做祷告。在八月二号的世界宣教日，中国教区将在台上献诗。我以当时的状态很难上台表演，因为肚子疼得厉害。我开始查验自己，发现自己说是努力担负使命，但内心有情绪，我就做了悔改。之后去找教区长，凭信心接受了祷告。回家后我又把全能手帕按在胸前，自己做了祷告。那天小便是深棕色的，刚开始吓了一大跳，不过之前尿血时会有痛症，但那天排出去后挺舒服的，第二天早上小便不再尿血了，只有微微发麻的症状，还好没有疼痛。我蒙受父神的恩典，周五上台献了特别献诗，非常顺利。张桂花执事以渴慕的心为修炼会做了准备，并且在修炼会结束后体验到了神的做工。修炼会那两天还有点发麻的症状，我在第二天的体育大会上做了啦啦队长，晚上又参加了篝火晚会。我是中国教区艺能部舞蹈队员，为了以更美的样子向父神献上赞美，就跟队员们一起穿上队服，精心做了打扮。那天下了不少雨，看到台上李守正牧师在大雨中充满的唱歌跳舞带领我们，非常感动，我就把带来的雨伞收起来了。我想起了与主任牧师一起的训练会，记得当时也下过雨，那年淋着雨，想到了主任牧师的眼泪，心想这雨是父神的眼泪，是主任牧师的眼泪。这次训练会也下起了雨，我回想起当年的感动，特别想念主任牧师。淋着雨虽然觉得有点凉，但没过多久李守正牧师做完祷告以后雨停了，衣服也都干了，清清爽爽的。要是在以前，在这样的情况下，膀胱炎一定会复发，会有腹痛。但就是从那天晚上开始，小便时再没有发麻的症状了，现在没有任何症状，排尿也正常了。父神保障了李守正牧师，在主任牧师的空间里垂听牧师为全体患者做的短短的祷告，降下甘霖医治我的病，都没有留下后遗症，
让我特别感恩。我能够成为万民的圣徒，常在主任牧师的空间里，感到无比幸福，满心感恩。他为德蒙医治显出的信心不仅于此。在过去的37年里，主任牧师积累了善和爱，我自己没有任何功劳，而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灵与肉受益匪浅。我原以为那是凭自己的信心做到的，但是在过去一年半左右的熬练期间，我发现了自己原本的恶，深深领悟并且承认，原来这一切不是我做的，是靠着主任牧师成就的。这让我更加珍惜主任牧师的付出和舍己，觉得真是太感谢主任牧师了，我无以为报。我身为一名工人，开始祷告神，究竟怎么做才会合神的心意呢？并且不断地查验自我，我并不是才华出众的人，自身能力有限，只想做好区域长的本分，守护牧者的羊群，心中特别恳切。于是单一里祷告会结束后，多次做了20天定期别位祷告。我向神祈求，求您垂听我的祷告，保守牧者的羊群。非常感谢的是，父神将宝贵的灵魂一个接一个地引领到这里，反而在艰难的环境中，区域大大复兴。去年11月份，我从区域长升为了组长。特别是在修炼会上，神会大大彰显医治做工。与往年一样，今年也和同组的区域长们一起献上了21天定期祷告。我想初信徒还不太会做祷告，所以应该由我们工人为他们积累公益。我们还每天进食一餐，为了让圣徒们更好地为修炼会做准备，就让他们听十字架之道正道内容。有的圣徒不方便上网听到，就给他们买书看，好让他们填充最基本的公益。若时间允许，就让他们参加白天的祷告院聚会，做悔改，填充各自的公益。遇到初信徒会多给他们介绍修炼会，这次将近有10名初信徒参加了修炼会。其中有一个人说，他在坐车去的路上膝关节痛症得到医治了。还有一位初信徒在参加修炼会以后积极地参加单一里祷告会，尽管有时候不祷告端坐在那里，还过来做周五礼拜。他告诉我说，自从修炼会回来之后感觉特别幸福。听他的告白，我充满了感恩，将一切感谢和荣耀归给医治我的父神。直到主任牧师回来，我要恪尽职守，努力尽忠。感谢您，我爱您。悦纳我们内心的馨香，感恩的馨香，悦纳信心告白的父神。靠着父神所赐的恩典，我们再次专心致志地奋力前进。